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些修行喜金刚法的经验。最近的节目中，莲生活佛谈到了扫除障碍的方法，他书上记载了三种。今天的节目中，第一种跟第二种他都讲完了，那第三种讲了个开端。所以说，其实这些扫除障碍的方法，也就是一种环境的方法。那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有我们的念头上，有了一些欲望，有一些习气，有一些烦恼，这些不净，才需要有这些环境方法，来帮助我们把这些被染污的戒行戒体，把它还原成为清净的状态。虽然哦，这一次的讲述内容是以喜金刚法为依据啦，其实不必等到修金刚法才可以这样做，才需要这样环境，在初观外法就需要了，就是这样了。只要犯了戒，只要违反了修行的道理，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环境自己的修行。只不过这些环境的方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须建立在所谓忏悔这个基础上，必须是诚心诚意的忏悔，发自赤诚的悔改，勇于去面对自己的过失，还有要警醒自己永远不再犯，也就是不二过。其实环境法何止书上这三种，就好比我们真佛弟子人人都会念高王观世音真经啊，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环境法，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这是经文自己讲的啊，真实不虚。很多人都是念完那么一千遍之后，他有那么一瞬间，那么一眨眼的那个瞬间的轻盈感，就是好像身上扛着的那个枷锁突然消失了，那样一种轻盈轻松的感觉，这是什么？这就是得到了环境。不过问题是，这种轻盈轻松的感觉能持续多久？也许只是一刹那，就一弹指，就这么一刹那而已，在完成那一千遍的那么一刹那，口中刚念完，自己的身体也还端正着，在没有犯戒的言行出现，为什么只轻盈这么一弹指一刹那？因为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意念有问题，我们的意念它不能随时随地保持清净啊，所以意念才是大问题啊。就像当年我的师父告诉我，他说杀盗淫妄酒，这五戒当中哪一个是意念之戒？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的。那我也在此以这个口诀来跟大家分享。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02-2550-8599.org，就可以免费的下载《喜金刚修行小笔记》。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收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修行喜金刚法的一些经验。在最近的节目中，莲生活佛谈到了扫除修行障碍的方法，包括第一，重新再受灌顶，而且要至少由根本上师亲自灌顶三回。第二，举行大会供或者是大型的护摩火供。第三，用沐浴法来除去障碍。那详细的内容哦，大家可以去参阅《大乐中的空性喜金刚讲义》第33章。好，不管名词的差异叫做忏悔也好，悔改也好，这个动作几乎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处，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嘛，我们都是从凡夫俗子这个起点开始往成就的路上去修行嘛，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自己的欲望，只要欲望还在作用，我们就可能会犯错犯戒，会顺着欲望去走了。这个时候悔改忏悔它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没有修行的人，他未必会同意悔改忏悔的重要性。当年
我的师父莲生活佛告诉我，修行的第一课就是要学着怎么去降低欲望。那我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曾经请示过他，既然有第一课，可是应该也有个第零课吧？为什么？第零课应该是我们应该先承认自己有欲望吧，而且我们应该先承认自己是会受到欲望牵引，是会被欲望牵着去犯错或犯戒的。如果不承认自己会被欲望牵着走，那又怎么能明白欲望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虽然莲生活佛刚才的开示也说了，正念与妄念都是自己的心，正念与妄念都是无声，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境界不是一步可及，它不是一步登天的。这是莲生活佛的正量，不代表我们这些正在路上走还在刚开始起步的正量啊。所以最好还是从基本功夫做起，先看紧自己的念头开始，培养出警觉性的习惯，取代于什么？取代于无力无能为力去注意欲望在作用这件事。只要我们的警觉性可以实行很久，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新习惯，有一天我们就会能够明白正念与妄念没有分别，甚至可以说不会再理睬这些妄念的存在，它在那里叽叽喳喳在作用都不用管它的。莲生活佛所讲述的道理在处理妄念的这个方案中啊是比较高阶的。那本节目哦，特别是我个人，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这样用哦，或者我们也可以试看看这个方法吧，一个折中的方法。只要发现不行，还摆脱不了妄念的影响，这个时候就提醒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有警觉性，我越级了，用了不适合此刻的方法。犯错不严重了，大家都会犯错，严重的是不知道自己犯错，当然也就不会发自内心的至诚忏悔啦。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02-2550-8599.org，就可以免费的下载《洗金刚修行小笔记》。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收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